而且我吃完回家，我还吃了一碗牛肉面。关机关机，叫他来比赛，怎么可能？你有办法吃？真的抽大碗的、哦，不可能。没有，今天来看到偶像，什么心情？很兴奋，很开心。哎，大家好。今天遇到小慧，你有什么话想跟她说吗？加油，就是期待为我争冠。大家嘉义的第一个地方，就后面是东门圆环。今天呢非常非常开心，也非常非常荣幸呢，我们这一集呢，我们的东西君呢是我们的西角瓜还有林莎。Yeah. 你们有看过我们节目吗？有哎、欸、是是是，因为之前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嘉庆、他也来参加。OK， 然后就是他平常就是都会把我们东西瓜就是很厉害就对了。OK， 那刚刚有遇到我们大胃王，你觉得他们实力怎么样？我觉得超夸张，因为我平常在看的时候我都以为可能会稍微剪接一下，假吃对假吃，其实他没有，是真的。那你们两位可以说，我敢发誓大胃王都是真的。哦，我敢发誓大胃王都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我们刚刚等于是一个评审的感觉，就是眼睁睁看到他们在时间内把它吃完，从完整的到到完食。重点是完食的时候，他们说他们零分饱，吓到。好可怕！刚刚制作单位说我们吃4条、3、4条、5条，他都说好，然后可能是因为时间，他说那3条，他说哈。所以都很怕被人家限制住。我们上次是刚好做一个特辑叫吃后面大赛，然后在一个半小时内，他们准备了30家不同的泡面，你们猜我吃几碗？一锅大概5碗，差不多90分钟，8碗，吃10碗，真的我跑出去了，有影片为证，我真的吃10碗哦。你有办法吃10碗？我就是能吃的时候我就会吃，然后我就会一直吃。对，而且我吃完回家我还吃了一碗牛肉面，因为之前真的太会吃了，可是后来就是关机关机，叫他来比赛，怎么可能？你有办法吃10碗？真的抽大碗的，不可能。没有，可是我现在因为有在调整，所以食量变比较小。调整什么？调整食量。胖起来了。对，因为我之前真的太会吃，我经纪人就说我绝对不行再这样。可是我觉得你脸没什么变啊。要不要今天当4号车再来？我觉得应该可以哦。我没办法，我超小鸟胃的。没有办法吃10碗，我今天一定要想办法把你的能力全力给激发。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没办法，我们前面吃3家嘛，我到现在我已经饱了。我也是，我已经饱了，我刚没办法吃便当。刚才说还要吃便当吗？我说不用，是吧？但是我们今天这家牛肉面呢，是我们这次比赛的第2家。第2家，所以我们早餐吃了4个地方，还有5个地方，我们加了一个牛肉汤，5个地方，所以呢，这是他们的第2家。太厉害了！所以他们在第2餐，他们还吃得了。对啊，我们来看看，走吧，走。30分钟之内呢，要吃完他们现在的香香里面这个东西，这个里面都是特制的。我是一定要吃宵夜的，所以我会逼自己喝水。你也会吃宵夜？我每天吃宵夜，我是不能吃宵夜。你还那么瘦？因为我是吃宵夜，对，各种宵夜，各种。辣的比较还好，就可能有时候会像昨天吃粥啊，然后吃个炒串烧，我最喜欢串烧，清水鸡。那你现在卢大胃王昨天还吃宵夜啊？对，不能吃宵夜。趁着年纪还可以。他也，我已经对啊，我29。他29啊？还很年轻，就是你快不能吃宵夜了，真的，真的，我真的发胖是34岁以后。哦。以前是一餐不吃就瘦。现在要2-2天才有感觉瘦的感觉。牛肉排而已，你说你还在加白饭？刚才我听到一件非常可怕的鬼故事，就是他们说这个牛肉面吃完之后，还可以再加几碗白饭呢。你不是应该习惯了吗？佩服啊，有这么佩服啊！我们不小心走到了一间30年的老店，不小心又来骗吃面了。
因为他人缘太好了，因为他刚才经过的时候，所有店家全部认出他。哪有啊？然后说西小怪，西小怪，来，我们的店很好喝。怎么会跟人家说去拍照？都因为他啦，都因为他。哪有啊？他人气太高了。我跟你讲，他跟我们嘉义市场的粉丝都在这里。对，粉丝都是嘉义的。平常喝那个好，那你喝什么？我们喝芒果冰茶。因为我比较喝。这边给你好了。大哥受宠若惊，开心，我每次都他们都会冲我们过来拍。你知道我最喜欢就是问，每次我都会去买饮料，都会说老板，请问这个芭拉是真的吗？然后那些老板都说假的，然后我就说那我不要了。老板会说假的？对啊，因为那他不是说真的假，就是浓缩的哦，这个是都是真心的，这是林山的，鲜的，对，新鲜果子，这真的好好喝哦，这个是芭拉多酚，芭乐多酚。它就是养乐多的，而且天气热，这样喝起来真的很舒服，越喝越精神啊！呀，真的吗？哇，好香哦！接下来换我们戏剧的林莎，要来带我们来这家店很厉害的感觉。先来看到偶像，什么心情？很兴奋，很开心。哎，对，大家好。他吃东西都表情都很满足感，我是第一次看到你。那时候我在打工的地方，他们就一直问打听你的名字了。打工的地方打听我的名字？对啊，他们就说，哎，你去那个大润发买了，会不会遇到那个雨欣啊？我那时候有机会就有遇到，哦，结果就今天就遇到了。哇，他们都是你的粉丝哦，他们粉丝是有重叠的呀。那等一下我们一起po照片，让他们看一下。可以，炫耀一下。他们应该不是我的粉丝。哦、不会啦，因为你一抛动态，然后就有粉丝来找你了，速速立马的那一种。刚刚不是突然杀来一个？对。刚刚我们在录影的时候，录影前，还有一个男生戴一个安全帽，感觉鬼鬼重，感觉骑了好远的车子过来了，就是为了，然后拍拍身上的灰尘，然后就跟他拍了一张照片。而且他骗老板说可以借车。对。真的假的？对。真的来，这么处心积虑，对，所以现在雨熙是就是大胃王的女神，所以你是到哪里都会有人追着你跑吗？之前我不这样，可是没有这么。你是不是在外面有欠钱？债务不清，债务不清，是不是欠很多钱？不要接我了。今天遇到小慧，你有什么话想跟她说吗？加油，就是期待问这款，雨熙也可以常常来我们。东西君这边玩，今天是气氛都很好的，今天就吃有点不自量力的。不会啦，他今天都没真的很开心，他都在看，真的。而且他吃的时候都一直盯着他，他没有在看食物。而且他在边吃还边看你是怎么样去吃的，然后怎么咀嚼的。对，觉得我可以有多深。对，那你今天这样看完之后，你有需要什么东西吗？要看那个材料。然后看软硬度，重点还是吃得开心的，开心最重要，因为吃还是吃的美味这样。真的，我觉得你刚问了你是参赛者，瞬间有点，你是选手之一，瞬间我人设不见。他不是刚刚忘了，他是今天一整天都忘了，他只是站着。他已经脱下战袍了，对，已经变观众了，好可爱哦 ，OK。5678，就这样。乱掉了，你要抖音吗？我们全部人一起吗？抖音吗？好酷哦。5678，小慧帮我开麦。哦，会不会开？完美的身材，要多帅有多帅，得，然后再一样，这两次，好，就结束。我们再次哦，好哦，来，右手，5678，帅，大男孩，完美的身材，腰，要多帅有多帅，摸，然后再一次。得，换，得，摇，得，好，啊，终于交电了，不好意思，直接给你下班。这关要玩的就是面面相叠，计时20分钟，看谁呢可以把我们的凉面叠的最多盘。再一次，看，羊，
有吗？可以可以，应该蛮厉害的哦。哎呦！三二一，好，可以哦。哎呦，很有感觉。哎，有有有。